飞龙在天，庚子新贵，龙子开科，举世瞩目。在德云社官方的视频里，郭德纲特地点名了招生的六大秘籍。结合前段时间老郭不招高学历的原因，今天咱们掰碎了揉圆了，聊一聊郭德纲为何排斥高学历者。啊，我连初中二年级都没念起来，我凭什么雇一个博士给我扫地？众所周知，老郭是初中肄业，但这不妨碍他为祖师爷传道，一手扯起了德云社的大旗。平日里的言谈举止间也是颇为讲究，虽然脑袋上顶着一个桃，但眉宇间隐约有谦谦宗师范。尤其是随着德云社日渐做大，远来投师者络绎不绝，不仅硕士博士遍地，就连地狱都横跨四大洲五大洋。眼见着这些大包小包万里投奔的痴心人，老郭坦言道，一概不收。对于那些留下扫地的博士们，他更是苦苦劝说道，有这心思赶紧找个工作孝顺父母吧，你们不适合说相声。每年德云社一招生，网上一报名，什么英国美国回来的硕士博士多了不敢说，每3000人里边10%来了。我英国学了8年，我要回来，我说你不适合说相声，我要在德云社扫地。我说你那就胡闹了，你爸妈花这么多钱送你上英国上学，你回来上我这扫地。就连这次的龙子科招生，老郭直言了六条规矩：守传统，守礼数，有底子，有灵气，有耐心，有韧劲。这六条不仅言简意赅，而且字字珠玑。先说前两条，作为一门传承百年的艺术，传统是这门技艺的核心，没有传统思维，受不了传统约束，你趁早死了进德云社的心。看看德云社的徒弟们，哪一个不是浸润在传统的教条里？甭管何时上台穿马褂，见面道辛苦，这都是祖师爷定好的，不能变。再说守礼数，这是入行前的行为规范，俗话说360行，再一行就要守一行的规矩。尤其是相声，虽然起于蓬蒿，但得益于庙堂，正因此铁律森严，什么不喝台下送的水，不呛行，不背叛师门，这都是早早就定好的，但凡冒犯了其中一条，必然会遭到严惩。由此可见，想要一只脚踏进相声门里，这两条是必须遵守的。再说有底子有灵气，和普通的行业不同，相声是一门极其讲究天分的艺术。从古至今诞生过数不清的相声名角，他们大多都少年成才，原有泰斗马三立，竟有班主郭德纲，无一不是祖师爷赏饭吃。正因此，底子和灵气变成了日后前行的保证。一个扎实日积月累的底子，可以保证你的下限不至于在台上露怯丢人现眼。就拿某人来说，口口声声自称相声大家，连个贯口都说不利索，还舔着脸上台呢。先天的灵气可以保证你有着无与伦比的上限，在相声的舞台上，有时候想要走得更远，还需要一些天赋加持。就拿周九良来说，同样是一个师傅，叫小潘可不是谁都能唱的。一见公知道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嚣吧。你让烧饼扯着嗓子喊叫小潘，台下的郭德纲能把桌子掀了。由此可见，除了守规矩知传统，还需要一些灵气底子，才能在相声门里讨饭吃。最后就是耐心和韧劲了，和前四个条件相比，这两个往往决定最后的成败。因为在相声圈里，因为耐不住而半路翻车的比比皆是，他们中不乏各种少年英才，最知名的莫过于曹京。昔日他曾跟着郭德纲寒来暑往10余载，学得一身本事，不仅名利双收，而且贵为德云社的顶梁柱，但就是因为一招不慎，最后落得个背叛师门、道道寡助的下场。由此可见，有时候耐性甚至比天资更重要。和曹京同期的岳云鹏虽然天资一般，但凭借多年的韧劲，愣是从最不堪的徒弟成为了第一个年入千万的佼佼者。这前后的对比道尽了祖师爷的智慧。正是基于这六点考虑，老郭才会对那些趋之若鹜的高学历者高挂劝退旗。因为饱读了各种书籍，反而给他们的学艺之路增添了各种壁垒。在德云社里讲究返璞归真，只有砸碎以前的学识才能回炉重造。对于此，这些人回炉的成本过于庞大，没有10来年的光景成不了气候，与其坐等，不如趁早改换门庭。再说天资，有学历不等于祖师爷赏饭。要知道，最早的那批相声大家，他们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，有些是凭着口传心授成为了业界泰斗。最高的是马三立先生，台山北斗，上了小学3年级，剩下几乎都是文盲。
如果没有天分，纵然你证书等身，剑桥毕业，但一上台不是害羞说不出话，就是烟嗓子五音不全，这种人就是留下来也是扫地的命。套用老郭的原话啊，我连初中二年级都没念起来，我凭什么雇一个博士给我扫地，对不对？你这不成世界了，不讲理了。最后说耐性，郭德纲为何能成功，岳云鹏为何能成功，还不是没路可走了，为了生存只能一条路走到黑。换做那些有家业继承的富二代，隐形的公子哥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早就回家待业了，反正有父母养着，有其他好的去处，于他们而言相声不过是玩票。正因为有此担忧，对于那些出身富贵留学归来的精英，老郭永远多留着一个心眼，毕竟危机时抽身走人是他不愿回首的往事。基于以上几点考虑，郭德纲一直对那些高学历的人才异样相待，用他的话讲，不是你们不行，而是你们太过优秀了，我教不起也不敢教。这背后不仅道出了德云社历史的辛酸，更是写进了相声的传统。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，如果您喜欢就请您动一动小手点个关注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来吧。